我先收拾收拾这鳄鱼，戳一刀 ，A 戳平 A 平 A，A 接中锋平 A 吃药平 A， 再 A 接戳接平 A， 好闪现，鳄鱼还带点盐，中锋好。他不走，我们杀他。中锋，一点盐平 A， 再一闪，哎呦我操！但是这波血赚，谢谢诞生的毛怪。我先我小秀一手，没想到防御塔打人有点疼。我这要夸一手戳，他就得骂我，算了吧。也不能骂我，他直接就投降了，我估计。没事啊，我们还是血赚。这鳄鱼也太猥琐了，平 A 一过来，一扣耳链 A 一走，一过来戳一刀，不好杀啊！但是你这波帮我耗的血非常好，非常 beautiful， 我们就在这一待，他也不知道我回没回家，假装回家了，其实没回家啊、嗯！我们去帮一波这螳螂。往这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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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傻？是不是有点傻？戳一下 ，A 一下，平 A 一过来 ，A 接戳接平 A， 真他妈的肉！再平 A， 我就平 A 接中锋接平 A， 真肉啊！这蓝枪，哇，这蓝枪这护甲，有人帮我看看他多少护甲呢？100多，纯爷们儿。戳，面对敌方吧。鳄鱼没了呢，鳄鱼，你一个兵儿别吃啊，鳄鱼。插个眼儿来，这鳄鱼现在别想吃兵儿，我往这一插眼儿。我有红 buff， 我的车！不要让他吃经验啊！让他回家。让他回家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一个半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办完卡以后不要忘记了啊，可以送点荧光棒。我们5级鳄鱼2级3个刀，超越了时间的补刀，2分钟一个兵。鳄鱼啊鳄鱼，这波让小兵死的慢点啊！他真是不补兵啊！我发现，
它跟掉线也没啥区别了。还有10秒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最后的抽奖，这波我必须得换它。那鱼居然升到3级了，不可思议。鳄鱼打亚索子为啥这么怕？我7级，你3级，你不怕呀？直接打他啊！耗血，直接 EQ， 完了！哎呀，这波没打死，我没想换他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波想把他打死。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没戳着那一下，哎，我操！这鳄鱼一下升1级。哎呀，直接从4级、3级蹦到5级，这不是升1级，这直接升2级，直接夸嚓升了2级。哎呀，这是正端的堂皇之词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这荣耀一别已久，问题大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啊，目前的问题不算太大。还是亚索太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是个猴，我刚才就随便越他。发啥问号啊？那鳄鱼一直在中。这不得吃塔皮呀、啊！这家伙，嗯，大菠萝。这下问题大不大？这不，这也不大，因为他是配合蓝枪把我们杀了的，这也不大，问题都很小。只不过这鳄鱼吧，稍微给他小发育了一波。嗯，你可以看到我的等级依然还是压制他2级呢。等问题大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们了。这都问题都不大。这出啥了？出日炎了！哎呦我鳄鱼，可以啊，鳄鱼。日炎鳄鱼，
哎呦我鳄鱼，哎呀疼，这回问题却有点大了，因为我被他单杀了，这就有点大了，这，哎呦我操，他一好了呀，这波有点大了，问题啊，就有点大了。不过就即使这样，我们依然还是个小军师，就是也问题还也还行吧，其实也就还算凑合地儿。他也就只是一个出个破日炎的鳄鱼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其实成不了什么气候，没什么用，也就是值点钱，给我来个600块而已。倒数5秒，5、4、3 ，OK， 拆塔皮。吃塔皮了。怎么攻速稍微有点慢呢？感觉应该呀。溜了，回家了，一口耳链了。哎，走位！我的天哪，又是蓝枪！哎，不能出这个啊，我们得出盾弓了，把这个卖了，来个暴击，一血打谁的？一血打我的，可以。还是有点脆，1200滴血，咋这么脆呢？哇，漂亮小驴人，把这鳄鱼给我杀了啊！把这鳄鱼给我杀了，来，杀掉鳄鱼，我在下面，你在上面，来，把他给我杀了。我还以为还得我来呢，还行啊，没用我们。血中路来一波，看看这吸血鬼什么装备。吸血鬼也不行啊，他们家谁起来了这把呀？啊，小黄毛起来了，可以啊，吸血鬼。那边有小黄毛，我就不去了。我中风，我上了啊！拖一下，再拖点炎液。一中风闪现，我闪现呢？哎呀，我又是蓝枪。蓝枪搁右边呢啊！蓝枪，还行啊，一波3换5可以接受。W 啥呀？我都没反应过来，你没看见吗？还W呢我呢？
你们看见我没反应过来吗？我这反应，你这反应你都看不来。我如果想反应过来，那我就必须得是这什么呢？我就得感觉到他来了，但我没感觉到那蓝枪过来了。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盾弓，他有点脆。走，下路来一波。一口耳电平 A， 太他妈疼了。二换二，二换二还行吧。哎呦！哎呦，你走下位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没走位呢，应该走下位的。谢谢，感觉痛苦好吗？出点护甲右装吧，别急，这把能超神，只不过现在不是时候啊，没到时候呢。那亚索没有盾弓的时候就这么脆，没办法，那蓝枪秒我这都属于正常现象。蓝枪补了120多个刀，我发育这么好才补了120个，他补了120个。回家，盾弓了。别急，吸血鬼。对面4个人，我想想啊，这波中路能不能打？一口耳电一过来，一口耳电接平 A 接中风。红 buff 马上刷。抽闪，这个蓝枪一过来中风，别急啊，拖一刀，再拖，别急上，拖点盐，中风接大招，先杀对面吸血鬼，一口耳链。莫甘娜居然出这么个玩意儿，拖一刀能不能杀小驴人看你的。哎呀，我一口耳链平 A， 平 A 中风，一过来拖一下平 A 再 A， 一口耳链接中风，被我封起来了。走，对面鳄鱼来了，吸血鬼也来了，溜，可打了。上路收波兵，你看这鳄鱼不还是压他两级吗？哎呀，一个日炎昏着鳄鱼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对付昏着，我们还是有一套。走回家，先来把大剑，再来个暴击，我们出无尽，出完无尽我需要点魔抗，
和护甲。我决定来一个振奋，再加一个春哥。这蓝枪让他找我打来。A 戳 A E W A 接住。该削，这个英雄该削呀！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满血，我的盾弓触发了，为什么我人儿没了？他没啊，漂亮，小龙。谢谢大鼻子露珠的飞机儿，两个飞机儿。谢谢大鼻子露珠的两个飞机儿啊！感谢感谢，谢谢大鼻子露珠，给你个波波，把下打完了吧。一口耳电，来蓝枪，我们再来干一架蓝枪啊！蓝枪，我今天我必须得治治的蓝枪啊！我必须得治治他。我发现这蓝枪不治肯定是不行。你别走来，我戳你的刀。好，我戳 A 平 A W A 接戳啊！小小蓝枪，放肆！中风！中风！哟，没中风！哦！哎呦，我真是鲨鱼，这是鳄鱼啊！随时在干什么？蓝枪马上活啊！我马上无尽，回家出无尽。哎，先把他红打了的。这德拉克萨木印的蓝枪这么猛吗？哎，他木印穿甲其实没有那个星石穿甲厉害。你大爷的，你给我发生什么事了？灭亡之路，我还是得来一个。我还是得来一个春哥，我发现。这个 Q 闪怎么能没中呢？不对呀。可以大龙，兄弟们，我们打大龙老快了。我现在三件套，打大龙随便打，来吧。这把还是得看俺们家这小鱼人。给我中风，给我中风接大招，点烟戳 AE A 戳 E 过来，平 A 戳接平 A
剑中锋，靠我点盐是吧？我的蓄区已经很高了。没有大，我不上。鳄鱼是吧？鳄鱼，漂亮鳄鱼，还有好疼啊！先拆了。好勾，没勾到。E 他，你 E 他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咋的你？漂亮，咱先不上了，这没有小兵，有小兵我这穿来穿去还可以，现在没小兵我秀不起来。我瞎眼了。哎呦我小黄毛，哎呦我莫干了，我戳 A E 再戳平 A 平 A 平 A 中锋，这不对啊，这跟说好的可不一样，给我中锋。鳄鱼，鳄鱼在干什么？鳄鱼别别别，哎呦我小黄毛，今天打死小黄毛，漂亮，我跟这小绿人两个人啊狂秀不止，在他们家的真的是狂秀不止。回家处春哥，亚索不是会获得满额建议，但是会失去所有斩钢闪乘数，那不是就相当于是没办法双封吗？能双封吗？让我来个双峰，戳一下，Q闪，哎呀！